请掀开经本，270面，倒数第二行，佛告阿难即为提悉，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作不善业，无力食物，居住不善，如此于人以恶业故，应堕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呢，快要圆满了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正宗分最后的一段，也是净宗法门啊，就是净土法门呢、最要紧的一段，与无量寿经48愿第18愿可以说是圆满相应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叹为稀有的法门。九品呢，在这部经里面是占了3段经文，这是16观呢，就是16段。前面呢，这个12段呢是观想念佛，第13观呢是观相念佛，第14观呢是上辈往生啊，这叫九品了啊，上三品的是大心啊，就是大乘心修善的凡夫啊。这第15观呢是中三品的啊，中三品是持戒修善啊，这样的人啊去往生的。最后这一关呢，就第16关是下三品，下三品啊是完全讲的造作罪业的凡夫。这个罪业有上中下3等，下品罪业，这个罪业轻的啊，就是下品上生；罪业再重一点的呢，这就是下品中生。今天讲的是罪业极重之人啊，这是下品下生。因此这一章经文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往往我们自己造作极重的罪业了，自己并不知道，不但不知道啊，还以为做了好多功德，还以为自己做了多少好事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。为什么会把这些事情误会了呢？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愚痴啊，愚痴。愚痴之人呢，对于真假不能辨别啊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当作假的。现在在这个世间，这样的人呢非常普遍。我在国外的时间长，
国外有许多拿到博士学位的、硕士学位的，还学的是假佛法。啊，跟他讲真的，他还不相信，还不能接受。先入为主，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世尊在3000年前讲到这个末法时代啊，也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说邪思说法了，如恒河沙了。那么妖魔鬼怪的徒众特别的昌盛，真正佛法没落了，衰微了，眼前就是这个现象啊。那么追究其根本原因呢，在愚痴啊。这个愚痴不是说不聪明的，那人很聪明啊。啊，聪明不能辨别邪正，不能辨别正恶，这也叫做愚痴啊。所以愚痴不见得是不聪明啊，换句话说，真正有智慧的人啊，也不见得很聪明啊，这是真的啊。所以用世俗眼光来看呢，往往把事情啊看错了啊，一定要非常冷静啊，用清净心啊来观察啊，这才能理解。经文一开端，佛教者阿难即为体兮啊，教者他的名字下面有很重要的开示啊，这个叫他名字提醒他注意。佛灭度之后，后世的弟子无论是听讲或者是读经，看到这个字样，要晓得就是佛在此地教我们，要我们注意下面的开示。下贫下僧者这一句是将品位说出来了啊，品位说出来了，下贫下僧。下面呢，这就是说明这个下贫下僧他所造的行恶。或有众生，佛的语气很含蓄，换一句话说，对于造罪业的人呢，佛是非常怜悯啊，并不责备他了，非常的怜悯啊，所以这个语气里面非常温和啊。或者有用一个假设的话来说啊，没有说指定啊，你造着好多罪业，你将来是要得什么果报，佛不这样说法啊。佛说法的时候非常温和，让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有没有造这个罪业。做不善业这一句是总说。那么首先我们对于善不善就很难辨别，这个的确是很严重的一个大问题。如果我们对于善与恶能够粗粗有一个概念，
那对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概念呢，在古时候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古时候人呢，读圣贤书，读四书五经。圣贤书对于真妄邪正是非善恶，确实认识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明白。现在大家了不念圣贤书了，完全凭自人的感情，我认为这个善就善，我不喜欢这就是恶，这个问题就严重了。每一个人情绪不相同，每一个人善恶的标准不一样，到底哪个是善，哪个是恶呢？于是乎问题就来了，这问题的发展呢，就变成社会的动乱，世界的不安，就是善恶没有标准了。从前善恶标准是以圣贤人他们的观察，以他们的标准作为标准。我们现在唯一还有一个途径可走的，那就是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方法。大师是净宗最近的一代祖师，是为我们全国佛门四众弟子所尊重的一个人。提起印光大师，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，我们有不尊敬的。他老人家在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不是佛经，也不是儒家道家的经典，是袁了凡居士对于他的小孩四篇文章是教训他这个儿子的，所以说训子的家书啊，这四篇的内容说明这个善恶因果报应。所以对于一切事理真妄邪正善恶是非利害得失，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明白的分析。所以印祖教人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从了凡四训学起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就是叫我们有眼光，能够辨别邪正，这个样子自己才能真正利苦得乐，才晓得我们想做一点好事，什么是真的好事，不要把那个好事搞偏差了。他说就是善，善有圆满的善，有不圆满的善，有欠缺的善，有副作用的善，可见的这个里面你越去观察问题越不简单，那么这个确实是要有学问有智慧才能够看得清楚，这
善与不善的这个标准必须要认识。那么学佛的同学原本应该是以经论为标准，何以印光大师把经论放下了，用了凡四训做标准，甚至于他用这个安世全书，用太上感应篇，这都不是佛教的。可是要知道祖师的苦心呐，真正要挽救这一代的众生啊，不用经典，是经典的被人呢错解了。经没有错，讲经的人讲错了。经没有错，那注解的人注错了。那有这回事情吗？有，我还真看到过啊！我看到有人注解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啊，那拿来一看，简直不是这回事情啊！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啊！啊，这末法时期。这个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释迦牟尼佛真没有讲错啊！啊，三千年前见到我们现在的社会，经论如果没有善知识来传授，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。因此祖师采用这几样东西，这几样的浅显容易读，不会发生错误，用这个来作为我们学佛的基础啊。所以我在这个讲席上啊，也常常劝勉同修要认真的在这个三种书里面呢垫下深厚的基础啊，要认真去读，依教奉行啊，对我们决定呢有好处。然后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祖师救度众生的热忱啊，才知道他的苦心。下面具体给我们指出来这两种极大的恶行，忤逆十恶啊，这是讲造恶这个五种啊，这个两类呀、啊，是最重的。这两种罪业。都是堕阿鼻地狱的啊！忤逆，第一个是杀父亲，第二个是杀母亲，第三个是杀阿罗汉。第四个是触佛身血，这个杀父杀母好懂，阿罗汉现在没有了，你到哪里去找阿罗汉？
说实在话，你还没有那个福报见阿罗汉。为什么上阿罗汉呢？也有这么大的罪。阿罗汉是佛弟子，是代佛教化众生，是这一方人的就人天眼目啊，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善知识，是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啊，他在这里教化一方啊，你杀害了他，这一方人呢失去一个好老师教导，所以这个罪呀，不是从他一个人结的，是你把这一方人众生的这个善缘都断掉了，这个罪就非常非常重了，是这么一回事情，所以等流的罪，这就等于杀阿罗汉，就是这个地方上真正有道德、有学问、热心的教化这一方这个人，你要杀害他，等于杀阿罗汉。佛已经灭度了，佛的福报最大，那究竟圆满的福报，所以任何人想害佛都害不了，佛有很多护法人保护他，没有人能够害佛的。提婆大多，我们这个经的一开端，把这个事情跟诸位交代过了，那么他要想害佛，知道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，佛在世托钵的制度，每一天呢要。他经过的那个路线呢，有一个地方有个悬崖，他预先在那个山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，看看佛差不多走到下面呢，这个石头推下去，想把佛打死。这个护法神呢，在当中就把石头拦住了，叫韦陀菩萨用金刚杵拦住石头，这个石头就破了。破成碎片，这个碎片呢把佛的脚砸了，出了一点血，所以叫触佛生血，就这个故事从这来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你害不了他，你对他起了恶心恶意，要伤害他，这个罪就形成了，所以这个是触佛身许。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，如果你是以恶意破坏佛像，无论是雕塑的佛像、彩画的佛像，以嗔恨心去破坏它，就等于触佛身许，这个罪是一样重。如果没有恶心破坏了佛像，这叫过失，那个不是罪，是过失。在现在呀，又有许多同学常常来问我，我家里供养的佛像旧了，法师怎么办？这常常有这些问题。佛像经书破了都不能损坏呀，都要修补这是从前的话，从前是要这样做法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没有印刷术更没有彩色印刷了，从前的佛像除了这个塑造的佛像之外
救了重新贴金修补，因为塑一尊佛像是要很大的工程，要花费很大啊，所以要加以修补一样的来供养。彩画也是如此，请一个画家画一张很好的佛像，那个价值也相当之高，所以破了之后重新裱背啊，依旧能够使用啊，能够供养。现在呢，科学进步了，印刷术发达了，你供养过的旧佛像送人，没人要啊！啊，新的太多了，啊，越做越精致，越做越美。你的旧佛像你都不喜欢，人家还会喜欢吗？这不可能的了嘛！啊，那么经书也是一样的，啊，从前的经书。古时候书是手抄的，手写的本子，啊，可见的写一本书不容易，啊，所以这个本子要很珍贵的把它保存，不可以损坏，不能在纸上随便写字，不可以的，啊，直到我读了这部经之后，这个经还传给后世，啊，还传给后世，啊。我手上大概现在恐怕还有50本这个现状书啊，现状书我很多，里头有50本呢是明朝时候的版本，距离现在500年了啊。那么像这种书呢，绝对不能损坏啊，损坏要修补，流传后世啊，啊，这个要知道的。所以现状书善本书要非常珍惜啊，要有责任啊，我现在在我保管，我将来要交给后人，不能够损坏。那么至于现代印刷的书，你在旁边写字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你念过的书送人家，人家不要啊，好本子太多了，是没有人要你的旧本子啊。那么像这样的旧的佛像，特别是我们讲画的这个佛像啊，印的这个佛像，这个现代这些经书用旧了怎么办啊？就不必像从前那个说法了，你可以把它烧掉啊。如果恭敬心呢，在焚化炉里面烧啊，寺院的有焚化炉，不在焚化炉在单独烧，烧之后然后把这个灰也包起来，埋在干净的地方啊，就是没有人走路的地方，草地埋在这个里面，现在这个塑胶袋装埋下去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放在这个水里面啊，随着水流出去啊，这个都是非常恭敬的方法啊。事发佛法了，能不能成就啊，就在恭敬心。一分恭敬是一分利益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。特别是佛法从恭敬中求，今年新年住在温国华的张老居士写的这一部无量寿经，我们印出来了，给每一位同修结缘。这个张老居士是我一生当中看到对佛法虔诚的第一个人，他写这部经，写一个字洗一次手。我们不但不能做到，听也没有听说过啊。
他不但是写这个无量寿经，写一个字写一次寿啊，他写了很多部经啊，现在送给我的有金刚经啊，无量寿经，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有这个太上感应篇，有心经啊，将来呢我把他这东西统统印成一套，所有一切经书他都是一样恭敬，每写一个字写一次手这个老居士非常了不起啊！啊，今年79岁，啊，我曾经问他，他画也画得好，啊，他是当代的书法家了。你看看他写的这个字，这个市面上有小楷的字帖，临飞经很有名啊。你把林飞经跟他写的字对照一下，他写的超过林飞经啊，他写了50年啊，每一天写了50年呢 啊，所以我们展开经卷，一定呢会被他那个真诚感动。这就无形当中就得利益了，啊，这个是传播佛法，使一切众生呢看到这个经本，他就生欢喜心，啊，这就是摄受众生的功德，所以。经典要美啊，文字要漂亮啊，佛法讲庄严，庄严是摄受众生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用意在此地啊。佛法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，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最圆满最究竟最好的教育，你一定要认识清楚。佛49年跟我们所说的一切法，它的内容是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般若经上常讲诸法实相啊，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。对于一切法的真相，真正明白，真正了解，佛门就叫他，哎，这个人觉悟了，觉悟了，就叫他做佛，叫他做菩萨。对于一切法的真相不了解不明白，这叫迷啊，迷了就叫凡夫啊，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就在此地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。因此佛对我们种种的教导，种种的修行方法，
都是依据诸法实相上建立的，因此他所讲的东西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是虚妄的。我们对于老师要尊重，对于父母要孝顺。无逆罪，前面两条杀父杀母，这是大不孝啊。当中两条上过罗汉，触佛身学，是大不敬啊。你看，跟本经前面讲的三福，一个是正面，一个是反面，啊，才知道至善是孝亲尊师啊，极恶是杀父母害老师啊，这是极大之恶行呐。我们能把这个两条仔细的去观察，仔细的去研究，你就能够了解佛所说的善不善的一个大概了。这个是讲善与不善的大根大本。不但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，也是在这个基础上。所以这个父母师长对我们的恩德是最大了。父母，我们的生命得罪于父母，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呐。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，没有老师的教导，说实在的话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？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，人生就是本人呐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教导我们的千经万论，这讲的什么？讲的就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你说这个要不要紧呢？还有哪一桩事情比这个更重要的呢？没有了。我们把佛法本质要认识不清楚，那这个学佛就难怪人家说我们是迷信盲修瞎练啊，这还能怪别人吗？所以这个孝亲尊师的反面就是恶逆。第五条叫破合合身，这个合合身是什么呢？是佛教的僧团啊。佛教僧团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佛教的学校。你要破坏佛教的学校啊，
这个罪过也是堕阿鼻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僧团我们在念三皈依的时候都念到啊，啊，皈依僧，啊，僧是什么？重中尊。这重是什么意思？重是团体，重是社会呀，啊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，许许多多的团体，啊，这个是国家有团体，有党团，有社会团体，这个人民团体，团体太多了，啊，这是现在宪法上规定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啊，团体太多了。所有一切团体里面呢，是佛弟子组成这个团体最尊贵了。为什么最尊贵呢？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，里面没有冲突，没有意见呢，不是你争我斗啊，没有斗争呢，啊，因为佛弟子一定要遵守佛的基本戒律。这个基本戒律是六合敬啊，所以佛的根本戒律，对自己来讲的五戒是根本戒律啊，对自己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就是跟大家相处，六合敬是根本戒律，所以这个团体是人间天上最为尊贵，没有人不佩服，没有人不敬重啊！因为你们是一个和合的团体，这都尊敬啊。我们中国俗话常讲，家和万事兴啊，家不和，外头就有人欺负啊。啊，所以佛教团体是所有团体的典范啊，团体的模范呐。这里面就含着有很深的教化社会的作用啊。那么你要是破坏它，破坏佛教化众生的仪式，破坏佛为一切众生制定最好的制度，啊，这个罪过就非常重了，啊，这叫忤逆。那么现代的社会真的出了大问题了。大问题的根就在教育发生了严重的问题。造成社会的动乱，众生的苦难啊，《礼记》里面《学记》上说得非常好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建国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建立一个政权，领导一个国家的老百姓，什么最重要呢？教学最重要。古人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啊！啊，教育要有一个根啊！现在人所谓是一元多元，反对一元，
认为议员都是专制独裁的，啊，不会进步的，啊，多元。殊不知，多元要建立在一元的基础上，多元才是福啊。那个一元是什么呢？就是孝敬。那这个多元真的会带给人民真正的幸福啊！如果多元发展，大家都不孝父母，这个子女不孝父母，学生不敬师长，部下背叛长官，那天下大乱了啊！多元发展有什么好处呢？带来是更大的苦难啊！什么是教育呢？教育是教给我们这个教育里头第一个大事情，就是大方针，是教给我们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啊，父子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君臣的关系，这个君臣就是现在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你能把这些认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哪一个岗位上尽他自己本分的义务，这个社会繁荣啊，国家强盛啊，人民安乐啊，这个是教育里头第一个目标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呢，虽然是教育好像是很发达，其实这个东西全部不讲求了，全部都舍弃掉了啊，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。古老的东西都是落伍的啊，都是旧的，都是要淘汰的，这个不得了了，这个要命啊！啊，像一棵大树一样啊，树年年发新枝，年年开新花结新果，这个好啊，这新的啊，那个树根呢，树干呢，那是古老的，那个不要了，都要把它铲除了。好了，那个根本也铲除了，你这个花果没有几天就死掉了，所以这叫要命啊！这个教育要命的教育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，啊，真正救我们的家族，啊。救我们的亲戚朋友，救我们这个社会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根本做起。啊，佛在此地讲的比儒家讲的还要简单，还要扼要。啊，从三福做起。啊，所以学佛从哪里学？孝顺父母学起。啊，尊敬老师。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啊，这个能做好了，才可以修佛了。啊，所以第二福，受持三规，居住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就修佛了。所以佛法的基础是建立在事法的基础上。佛教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传教，弟子们将佛教传播，是在全世界四面八方的传播啊，并不特别喜欢中国，不是的，为什么传到中国来，在中国发扬光大？传到其他地方去，没有多久都没落了，都没落了。
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中国这个环境非常适合佛教育长成的环境，因为中国人讲孝亲，中国人讲尊师，佛法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所以他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，在中国有这样辉煌了不起的成就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今天我们佛法衰了，衰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家把这个根忘掉了，没有从这上啊扎基础，打基础啊，所以经义啊被曲解了，被误会了啊，这个是忤逆罪也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认识得很清楚很透彻，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。譬如说我们往往学佛的人造极重的罪自己不知道，前面跟诸位讲过戒律啊，前面这一段是讲破戒的罪啊，下品众生的佛在经上特别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偷盗常住物，那个罪就重了啊，跟诸位分析过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整个僧团是一家人，所谓常住无，并不是我们现在常住这几个人有份，而是叫什么十方常住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学佛的人他都有一份，所以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，比偷一个国家的东西，偷全世界，偷联合国的东西，没有那么大的罪呀、啊。所以常住这个罪就重了啊。这个要记住，就是因为他团体是一个整体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我们分化这个团体，分化就是破坏这个团体，那这个罪就重了。这个罪必定堕阿鼻地狱啊！怎么个分化法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受三规，一受三规呀、啊，就把佛法分化掉了。佛教我们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呐、啊，心要恭敬，心要真诚呐、啊，这一皈依。这个是我的归思啊，那个不是的呀、啊。这是我师父的道场，那个不是的呀、啊。你把这僧团马上就分化掉了。这样皈依啊，诸佛菩萨看到流眼泪啊。啊，你将那国报在哪里？不皈依没事啊，一皈依皈依到地狱去了。准下阿鼻地狱。啊，什么罪呢？把僧团破坏掉了啊！所以皈依的时候，你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不是说我皈依某法师了。法师不过是僧团一个代表人啊，来给你传授三规，给你做证明而已的。你是皈依尽虚空遍法界的僧团，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今天就是连这么一桩小事情都有这么大的偏差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我在讲三规详细讲过，印光大师讲三规也说得清清楚楚啊！
啊，在那个上海护国消灾法会讲演后面传授三规啊，讲得很清楚。但是现在有很多本子后头那一段没有了，被人删掉了。这是什么居心？啊，印光大师最后那一段说明了，你们皈依不是皈依我一个人，我是僧团代表，你是皈依所有的出家人。所有出家人都是自己的师父，要用平等心来看待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但是后面这一段呢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好多印的本子后头没有，香港的本子有。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事情。啊，我举着一个例子，像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，不胜枚举啊。所以这个真正佛法不容易遇到啊，啊，遇到假的多啊，哎，假的是欺骗你上当了，现在人很可怜的，听骗不听劝呐，认假不认真呐，假的好得不得了，真的不相信，哎，骗他一骗就去了，怎么劝枉然，劝不动的。这什么呢？这常言说得好，业障深重。食物，这是身、杀生、偷盗、邪淫，身三种恶业。口、妄语、念食。念舌是挑拨是非，其余是花言巧语，啊，都是欺骗人。恶口是说话粗鲁，啊，口四种过失。意这心里贪嗔痴，啊，学佛。也有贪心的，啊，有很多人学了佛了，世间法他不贪了，他贪佛法。佛是叫我们把贪心去掉，不是将贪心换对象，那也没用处啊。啊，贪图佛法也造了搞啊。这是说的食恶业，我们要常常检点啊。地藏经上讲，阎浮提众生呢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真的要反省，要检点。居住不善，这是宗旨啊，宗旨。其他一切太多太多了，这就不必一条一条说了，一句话就包括了啊。所有一切不善的，这个人呢通通都造了啊，通通造了。如此愚人，以恶业故，印度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佛法里面这个善与恶了最简单的一个区别方法，这是诸位要记住，凡是自利的，对自己有利益的，通通是恶；凡是利益大众的，利益众生的，这是善。但是这个利益有真的有假的，有伴有满，有偏有圆，大家念了凡四训就知道了。我在这里省一点时间就不要多说了啊，可见的这个事情讲利益讲善恶都不简单。
那么他造恶业要受恶报啊。啊，历尽多劫，这是指阿鼻地狱啊，受苦无穷。下面经文是他讲有缘遇到这个法门所得的好处啊，说如此遇人临命终时啊，这个时间要看清楚，是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种种安慰啊，为说妙法教令念佛，这个妙法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个法子妙啊，所有一切法没有这个法妙啊，这个是究竟的妙法。别人苦逼不谎念佛啊，那么这个念像前面所讲的观想念，观想念这个他在临终的时候受极大的痛苦都办不到了啊，善有告言，如若不能念彼佛者，应称无量寿佛。如是至心，令身不觉，具足身念，称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个就是念佛了。四种念佛里面呢，持名念佛，其他的那三种念佛他都不行，他都做不到了。啊，最后叫他最简单的持名啊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是梵音，无量寿佛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净土宗从慧远大师以来啊，都是采取的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从哪里来的？从十六观经的下品下生章来的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这个下品下生章是不是最差劲的一章呢？不尽然。怎么晓得不竟然呢？我们看佛了一生一向讲经的惯例里面能够发现，佛说经呢，往往把最殊胜的最好的摆在最后说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你看五十三参最殊胜的这个念佛法门摆到最后，楞严经上最殊胜的法门也是摆到最后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我都详细给诸位报告过啊，佛说法的惯例如此啊，要以这个惯例来推论呢，那么这个持名念佛呢，是所有念佛法门最殊胜的方法。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地方这几句经文千万不能疏忽看过去。别人苦逼不谎念佛，就这一句，那个关键就在这一句，秘密就在这一句，这就说明了
实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都救不了这个人了。你看前面那些人呢，罪轻呢，善多，那些方法能救啊，能够救他。这个人罪业重了，那些方法对他没效了，没效就那就拿出最后的法宝了，最后法宝可以渡他，岂不是这个持名念佛极重罪业的人都能渡，那其他的不全渡了了吗？所以这一句是群经的那个眼目啊，群经的关键呢，这往往我们念经就把这两句含糊笼统念下去了，不晓得他这两句重要性啊。这两句我们才真正认清楚，念佛持名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最不可思议的了。所以常说了，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你把这两句透彻了解，你才真正明了为什么古德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就是名号能够度堕落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能得度，与十八愿完全相应啊。所以四十八愿里头为什么古德特别称赞十八愿，其他愿不行啊，其他愿都什么罪业轻的修善的都那些人，第十八愿是度地狱众生的啊。第十八愿用什么方法呢？持名念佛，十念必生。所以这个法门到究竟顶点了，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了。希望大家很冷静仔细去思维这个意思，你然后才会死心塌地，我们真正得到诸佛如来最了不起的法门，我们得到了。这个得到是你真的认识他了，真的明白他了。你要是不认识、不清楚、不明了，这句阿弥陀佛没什么了不起嘛。你当面错过，啊，等于说是无上的珍宝摆在那面，你不识货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你不认识啊，你认识假的，把假的当作真的拿去了，这个真正的至宝啊，你反而漏掉了。啊，这个关键的字眼。就在这一句不遑念佛啊，为逼人苦逼，这个苦是什么呢？地狱境界现前，就临终那一刹那地狱相现前啊，什么功夫什么力量统统用不上的，都没法子，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救了他。所以名号功德实实在在三经里面讲得很透彻了，可惜大家念这个把它念疏忽，粗心大意，这个真正关键要紧之处啊，这个含糊笼统过去了啊。所以这是教他持名念佛啊，具足十念。这个身念呢是十身啊，诸位要记住，跟这个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，身念必生呢是一样的，是最后念佛十身，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身念法啊，身念法是一口气做一念，那是平常修行的，这个是临终的身念啊，是指的是句。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这个时候他心地真诚，地狱相现前他恐惧，他害怕，求救的心切，所以他的心真诚，他这个念佛跟平常人念佛不一样。所以每一声佛号
都能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。命中之时见金莲花，犹如日轮住其人前，如日一念前呢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，注意这个人临走的时候做的是金莲花。什么人呢？一生无恶不造啊，杀父亲杀母亲破坏僧团，做这种恶业了。哎，临命终时他这个誓称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下品下生都是金莲花化身呢，那么下品下生以前的还用得着说吗？那都不必讲了吧？啊！最低的一个品位都是金莲花了，那其他的我们就放心了。啊，这哪里还有问题呢？纵然想大进，升到边地一尘，边地一尘还是莲花化身。啊，有些同修读的经上啊，意思不能明了，经常有比喻，叫胎生，胎生是比喻啊，不是真的胎生啊。哎，听到之后就害怕了，就怀疑了。遍地一尘也没有胎生啊，说胎生呢，胎生是苦的意思啊，是形容，是比喻。他什么苦呢？500年呢，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。啊，虽然不见佛不闻法，他生活的快乐，经上讲啊，像夜摩天人一样，啊，这样的快乐，这样的自在。那个500年是指我们人间500年，不是指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经上所有讲的这个时间呢，通通是从我们这个时间来说的，啊，不是讲西方时间。那么我们人间500年，忉利天呢，5天呢，斗率天才1天多一点呢，斗率天1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呢。由此可知，边地一尘去往生，见佛也很快啊，那也很了不起，不能轻视。下品下生，这入品了，生到那个地方就见佛就闻法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他这个往生莲花化身，犹如日轮，是讲莲花的光明像太阳一样那么样的明亮，西方极乐世界样样都放光啊，人也放光，所有一切物质通通放光，莲花也放光，光明世界，那个世界没有昼夜啊，因为它没有晚上，它没有黑暗，我们这边一明一暗叫一天呢，它那里没有啊，它那里是光明世界啊。那么这是说往生往生的状况啊。于莲花中满12大劫，莲花放开，在莲花里面，这个花没有开的时候
啊，住在莲花里面所见到的佛闻法啊，当然他见佛闻法，他要不见佛闻法，那跟遍地什么两样？那没有两样了吧？啊，他跟遍地不一样，他能见佛闻法，是佛的化身啊，他也见到许许多多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他都见到啊。那么这些诸上善人也都是应化身啊，都是应化身。西方有四土啊，常寂光净土、十报庄严净土、方便有余净土、凡圣同居净土，他这个就叫凡圣同居净土。佛菩萨化身在这个花里面、莲花里面为他讲经说法。那么满这个十二大劫，莲花就开了。这我们一听十二大劫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好长好长啊！诸位如果读大乘经，佛在经上讲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要想修行成佛，要多少个大劫呢？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个劫是指大劫，三大阿僧祇大劫要比起十二个大劫，那不能比，人家十二个大劫就成就了，所以两个一比较起来，哎呀，西方世界实在太殊胜啊，这么快呀，功德就圆满了啊。他这个花一开，花一开是什么地位呢？别教就是初地，原教就是初住啊。我们常讲化身大士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化身，莲花开了，花一开所见到的十报庄严土，你看从凡圣同居土吧，经十二劫就到十报庄严土，见阿弥陀佛的报身呐、啊。这时候观音大士智为他说法啊，他明心见性的啊，见性成佛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也许有同学有一个疑问啊，什么疑问呢？这我们一生到西方世界去啊，就下平下生，在莲花里面呢，可不可以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呢？能。怎么知道能呢？四十八愿里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他回到娑婆来度众生，再回去的时候他还在莲花里面啊，他化还是没有开，化开了是化身大士啊。虽然化没有开，他在花里面见到这个应化身佛跟报身佛是无二无别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，四徒九品一点都不错，是有，虽有它平等，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有，有还不平等，他那个地方有是平等，因此使你自己都不能觉察你是在哪个品位，是在哪一个哪一土，你自己都不能觉察，哎，都一样的嘛，哎，实际上里面功夫是真正不相同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我们不怀疑了，心安理得了。这心怎么安呢？啊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嘛。
啊，然后无论什么人来跟你说，那就像善导大师讲的，与经讲的不相应，我们笑笑就算了，也不必跟他争执，我们相信佛的话。菩萨以下所说的跟佛讲的不一样，我们笑笑，不要理会就算了，啊，也不要去争执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毫无意义呀，啊，啊，自己决定不动摇，决定不改变，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，啊，底下这个文是讲他清正境界之后的利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清正，就是花没有开是没有清正，没有清正，他那个智慧神通道力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如果得不到阿弥陀佛加持，他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呢？你像无量寿经上讲的，啊，这个西方世界的人，包括下品下生，他没有说下品下生除外，没有说这个话。那么下品下生一定在里面。天言动事，天耳彻听，这个能力是如来果地上的能力，啊，就是说。他们的天眼天耳的能力，六通的能力，是尽虚空变法界的。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的。但是到此地呢，花开了的时候，是自己本能透出来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要阿弥陀佛加持，他也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何况佛依旧加持他，啊，佛的加持，自己本能依旧，那这个能力，真是不可思议了，啊，所以这些事实真相，如果不是佛为我们宣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这个里头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啊，所以这时候观音大师至以大悲音为起，广说诸法实相，这个实相要连到，啊，这是一句，啊，不要只到那广说诸法实相，不是另外一句就错了，啊，广说诸法实相，除灭罪法，啊，证得诸法实相啊，所有一切罪业都灭了，都消灭了，啊，闻已欢喜，应时即发菩提之心，啊，可见得下品下生人，这个真正发菩提心，啊，花开的时候非常合理，啊，如果不是这样的，那与释迦牟尼佛在所有一切大乘经教里面就抵触了，啊，这个完全没有抵触，啊，菩提心像这个心经，这个起心论里面讲的，啊，这个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本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法愿心。三心圆法，三心圆法一定是见性，没有见性的时候，通通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这个法门得佛力加持是最快速的，最容易的，啊，也是加持力量最大的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有没有信心？啊，信心的来源有两个，一个是对这个法门彻底明了，信心很足，这信心发出来；另外一个呢，
善根深厚，虽然不懂道理，只听说是佛，他对佛就完全相信，一点不怀疑，这个是善根福德啊。所以这两种人能够具足信心，能够得佛加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发现，这是自信的这个菩提心显露了啊。这个是不是像往生的时候啊，这个是见性的时候。是名下品下生者啊，这一句是总结这一小段。后面呢，是名下辈生暇名第十六观，这是总结这一大段啊。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，这个善导大师的注解呢，希望同学们自己要多看几遍啊。他注解文字虽然不多，里面的理事境界是非常非常的深广啊。我们星期五还有一会，下面是本经的流通分啊，星期五啊就圆满了啊。这一次时间分配的很好啊。